类似，像这个什么躺平剂对立单字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单字片语，然后有一个连贯性，还可以，就是低懂听了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就是可以一路往下听，不会那么疲倦。这个课程啊，就是你单字，然后配上搭配词，搭配词再配上句子，它就等于说一个连贯下来的学习方式。我在写题目的时候，它其实那些选项，那不就是它根本不会考一模一样，它完全会换句话说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，老师都帮我们整理好了，我只要每天躺平，然后就可以有东西就一直进来，然后我就可以去考试了耶。躺平记多一单字，独创点线面记忆法，要你45天强迫进步300分。一单点突破，你还在按字母顺序一次记一个字吗？太慢啦！这套课以更符合语言学理论的短语来呈现单字，让你一次记住单字意思跟单字用法。两位老师月月进考场，将多一笔考单字化为1500个高频短语，并且以5大词性。三色难度做分级，让您循序渐进学习，还能自然学会词性与常考用法哦。二串点呈现，将学到的1500个短语串联为750个长句，可以帮您复习短语，还学到连接词、转成词与句型。三面面俱到，学位老师在亲自传授8大学习单字的心法，让您学单字活用不死背，全面进化为单字达人。所有课程内容都能线上无限次数观看，文档都有 PDF 可以下载，还有满满的好料等你来。轻松无痛，只要45天，强迫进步300分。复杂的教学设计交给我们，你只需要躺平记多一单词就好。